台北车站施打莫德纳疫苗反应热烈，原本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不过指挥中心宣布施打服务将延长到12月21号。发言人庄仁祥也说到，21号前还有12万5000剂的莫德纳即将到期，指挥中心已经采购相应数量的礼券，接种完成就可以领取，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8点，民众都可以前往施打，一样是不用预约，随到随打。